市刑大今天破获了起窃盗案，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逮捕到这名小偷，没想到警方进入他的这个家里面抓人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他家中的另外三名同伙也通通都是通缉犯，四人当起了小偷，分工细密，专挑值钱的东西，最后警方将这一家四人全部带回警局扩大侦办当中。